一组的，两件一组的，先让你备好。对，我还特别喜欢，因为其实这两年蛮流行这种 polo 衫的。又流行回来了，对，又流行回来了，又绕一圈了。对对。然后它这个是有虽然有点小低领，但是因为现在都很流行那种 bra T 啊，就是你里面穿就不怕走光。然后就是因为其实这样露的话，会让你的锁骨露出来，会显宽的。它上衣是薄款的棉质片裙，然后你就是不管你肚子多大还是你肚子多小，你都可以依照你身形去绑那个。这个是万用裙，对。然后你就是叠起来，叠起来，它没有洞洞，没有洞洞，你怎么你想怎么穿怎么绑都可以。Yes 。到一圈以后就可以绑一个蝴蝶结了，是不是很特别？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一片裙的？走光啦，主要是这一块这块的。哎呦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会建议，就是大概是 L 号以下的妈妈，也会比较好穿短裤、短裙，怕走光，对，怕太晒，紫外线可以遮，紫外线可以遮呀，可以，裤子也可以，裤子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我好像转到某某台，去泰国，去泰国怎样？萨瓦迪卡。我是认真的啦，我知道你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，因为去泰国不是会有那个吗？然后你这样子也很好弄，可以撒弄，可以买，可以穿撒弄啊。笑死了！没有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高了，这个真的很哎、欸，我这样子黑色搭紫色也 OK 啊，对啊，很好看的、啊。你刚刚搭当洋装的时候，配黑色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很好看。对，这件多少？没有任何穿法，上衣它是算比较短版的，等你产后你搭牛仔裤也会很。